跟着我的解说一起慢慢看，小猴子被这个高的母猴抓住不放，这个母猴虐待着小猴子，小猴子害怕极了，妈妈走过来坐在前方，小猴子看见妈妈就疯狂呼喊，奔着妈妈爬去，可这个坏母猴不放，拖着小猴子的尾巴快跑，小猴子被拽得悬空，而起多次磕碰大石头，小猴子撕心裂肺叫妈妈，妈妈起身走过来，坐在高等母猴旁边，却不敢上前救孩子，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哭喊被折磨。小猴子四处张望找妈妈，妈妈就在他的后面，高等地位的母猴再次起身绕过猴妈妈，疯狂跑向另一方，小猴子又一次撕心裂肺的痛苦叫着，头磕在石头上，小猴子没有问题，还活着。猴妈妈转过头看着孩子被拖曳，猴妈妈的姐妹也看着母猴子等待救援时机，谁知母猴子开始攻击猴妈妈的姐妹，这个时候小猴子是最佳解救时机，可是猴妈妈依然没有出手，她是怕，很怕母猴子。小猴子躲在角落看着母猴子又过来了，他吓坏了，钻到石头。